晚上十点多，自小客行经小港区路口，车头才刚过一半，右侧遭另外一辆自小客直冲撞上。肇事驾驶不但没有停车，还加速绕跑。车子开到自己熄火的还是？没有，都没熄火啊，从头到尾没熄火。警方接获报案，循线追车，发现车头撞烂的肇事自小客就停在路边，驾驶一脸紧张，身上散发出浓浓酒味。没有熄火了，没有熄火了，怎么办？46岁肇事驾驶知道自己酒驾闯大祸，在派出所乖乖配合酒测，没想到酒测值超标，超惊人。你看啊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已经超过了，你再看0.80，然后来有明显的酒味，经酒测值0.80，依肇事逃逸及违反公共危险罪。酒测值高达0.80，违反公共危险罪，再加上一条撞车肇逃，撞车催油门绕跑，驾驶以为离开现场就没事，但还好有热心民众协助警方逮人，让这名醉茫茫的驾驶被依法送办。记者高雄做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